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从今天开始呢，我在玩一个新游戏，叫做神秘海域4海贼王和最后的秘宝。不过我拿到的呢是日文版本，可能和国内的翻译呢有点不一样，国内应该是叫做盗贼末路，应该是一个游戏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咱们一起来玩一玩这个游戏啊。因为这个游戏我也是第一次运行，所以呢咱们一起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因为在网上我调查过一下攻略啊，玩的都说好，那么呢我也要尝试一下。以前我玩过 PS3 的版本，感觉是不错。哎，稍等啊，这是让我调一下表示范围哈。稍等啊，我把这个调到最大就算了啊。哎，这别的游戏没有这种设置哦。我看这什么，调一下明亮度啊，那我咋调亮点吧，我的显示器有点暗啊，调到8。接下来是出力，这个我看看啊，这声音出力，我把这个控制器这个声音变成 off 啊。接下来语言我看看啊，日本语，对了，这个应该有中文，但是我没有中文啊，因为是日语版本。接下来是照相机的设置，这个的话咱就用初始设置就算了啊。这是游戏的设定，我看看啊，努力 mono。这是照相机辅助，自动校准把它打开，这个应该是打枪时可以自动校准啊。字幕呢我也把它打开，其他的应该就是默认的话就可以啊，因为还没玩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那咱们选择继续。我这一上来就是个骷髅啊，稍微有点吓人。咱们选择开始啊，我看啊，这有四个选项，故事、多人、附加和选项。咱们选择第一个故事，然后选择第一个新游戏。这是选择难易度，练习模式啊，咱们选择初级模式算了吧。我靠，自动校准，咱们打开照相机辅助，咱们把这个努力 mono 这个照相机辅助打开算了啊。好，咱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游戏啊。哦，这让我存盘，那我选择存盘啊。这个游戏应该是自动保存才对啊。好，让咱们马上开始吧。稍微有点慢啊，不过神秘海域的系列游戏都是非常经典的游戏啊，特别是这版神秘海域4更是万众期待啊，我也非常的期待啊。咱们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游戏，好像它的操作和 GTA 5差不多啊，最近不正在打 GTA 吗？那么咱们同时也玩神秘海域4哦。哎，装载是稍微有点慢，大家请稍等啊。我把财富放入手中，现在呢，我要追求成功。1694年 ，Haley Abley， 哎，这是谁写的一句话呢？我这一上来咱们就开船啊。这是我们的主人公德雷克，内森·德雷克吗？这可怎么办？这个家伙真的是麻烦呐，给我抓紧了。哇，这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啊。Nathan， 我们要被追上了，这我知道，现在速度已经到达最快了。这是他的哥哥山姆啊。哦，现在让我摁R加速啊。好，咱们加速。总之呢，咱们去前面的小岛，我来想办法。这个混蛋他们来了。好，现在咱们去撞那小船啊。 OK， 你们这帮混蛋去变成金鱼屎吧。又来船了，咱们再撞他们。这个武器不行呀，不要让他们接近。这一上来就枪战啊。哎，这下我没有撞到他啊，我再撞啊。 OK， 这小岛还挺远啊。哇，他还撞咱呢，咱赶紧上岛啊。不好，来打船了。哇，不好，他们在使用水雷，我明白。总之呢，咱们向小岛前进，不要出现在他们前面。
哎，我是被他撞翻了吗？哦 ，OK OK， 我看我消倒了，咱们再来啊！大船来了，不好，他们在使用水雷，我明白。咱们朝着小岛前进，不要让他们出现到前面。哦，看来我不能让这帮船超过我，我应该在始终在最前面才对啊！哇，又来大船啊！哇！我好像中这水雷了是吧？摁 X 键让我往上游啊！我天，这一上来这么激烈啊！让我摁圈键，我看啊，哦，圈键是游，然后呢，摁 X 键是往上游啊。OK OK， Nathan， 赶紧过来。摁 X 键上船 ，OK。不好，咱们的引擎停止了，我来修理，你掩护我。我看啊，我现在可以射击啊。OK， 还好咱们可以自动校准啊。这个引擎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熄火了还？稍等。哎，我是自动校准吗？怎么又好几次打不到呢？内森他们又来了，我看啊，摁三角键装子弹啊，咱们再来啊！哎，别让这个山姆被敌人打死就坏了啊！哇，我是不是给山姆两枪还？再来啊！我觉得我打了山姆两枪了。OK， 我修好了，没问题吧？好，让我赶紧去开船啊！这山姆还有两下子啊！这引擎还能修好啊，他让我赶紧往船上跑，不是，赶紧让我往岛上跑啊。稍等，前面好像还有好多的礁石，我得躲开它，不要让他们接近。我在干呢，内森赶紧抓紧喽！我天，这哥俩是不俩亡命徒吗？我天哪，在右边，快看快看，哇，这撞大船了吗？这是 Nathan， 这是我哥哥喊我呢。 Nathan， 哎，这修道女喊我呢。哦，这是回到了内森小的时候啊。 Nathan， 你这个家伙真的是太让人烦了，说教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烦呢？我也一样。周末不许和大家一起去远足，你被外出禁止了，怎么都行。你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为什么仅仅是我受惩罚呢？因为是你开始吵架的。那个家伙拿我的书，书是不能够拿出去的，不是和你说过吗？是你不好。但是他们抢我的书，那你也不应该去打人。不仅仅是书的事儿。我的表情做得真细腻啊，那还有什么事儿？没什么，我会和神父说的。我 Nathan 看来自己隐藏了些什么事儿啊。どんなに叱ってもあなたはどうしてもお兄ちゃんと同じ道を歩みたいよね。不管我怎么和你说，你都想和你的哥哥走相同的路呢，真的是太遗憾了。哎，他哥哥怎么了？看来 Nathan 受了很大的委屈，心里有好多事他说不出来哦，压在了心底哦。啊，对面有一个人给他打手电筒啊 ，Sam， 他的哥哥。我他的哥哥来找他了啊！下面的话我应该是向尾叶迈出一小步，让我摁 L 键，然后跳窗户。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他的哥哥山姆啊！稍等啊，我从这个墙这儿咱们爬过去，然后咱们翻过前面的这个墙，进入修女的一个办公室啊！我觉得这个德雷克从小的时候就有两下子啊，这翻墙越岭的啊。
OK， 看来这就不是一般人。稍等啊，咱们从这儿翻过去。一般小孩他哪敢这么翻墙啊？好，我从这儿进屋啊。OK， 咱们进来了。然后让我摁这个三角键开门哈。哇，这个办公室画面做的真细啊。哦，让我隐藏起来，摁这个圆圈键啊。哇，这个修女向神父给我告状啊。你应该知道我呢并不想放弃 Nathan。 这个修女看来不喜欢 Nathan 啊。明天早上呢我会和他谈一谈，可以吧？那么晚安吧。晚安吧，西斯塔。这个修女叫西斯塔啊，他在向神父告 Nathan 的状啊。我现在应该是不能让修女发现我，然后我得从这间屋子出去找我的哥哥山姆。山姆，我看着修女在干什么。这个修女在那儿写黑板呢。我得等这个修女躲开之后呢，偷偷的进这间房间。哎，修女呢？啊，她还在那儿站着呢。我得等她离开之后，然后呢，我偷偷的进入这间房间。修女，她难道说就在那儿站着吗？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进房间了吧？好，赶紧藏起来。我好摁 L 三键。哦，让我去那个窗户。OK。啊，诺马多达呢？就是说，咱们应该是从那个窗户里面出去。我看啊，摁 L 键加圈键，让我滚过去啊！哦，被他发现了。奈桑，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回去！完蛋，咱们被他发现了。OK， 咱们再来啊！我天哪，还是操作不熟啊！咱们再来，修女好像发现我了哟。他在哪抽烟？好像啊。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修女。OK， 现在是呛死，赶紧过去哦。OK， 目前安全哦。修女还在东张西望，这个修女啊，我好像这个神父在喊这个修女了。西斯塔·加萨林，我忘了带钥匙了，你能不能把门帮我打开呢？好的，我这就过去。神父喊他了啊。我等这个修女出去之后，我呢应该从这个窗户也出去啊。我先等她走掉啊，咱们一点点来，不要着急。OK， 咱们现在可以逃出去了，赶紧！哇，撞墙上再来啊。OK， 我的哥哥山姆在那等着我呢。我现在应该是往下跳啊。山姆说：“赶紧过来。”我看啊，这应该是往下跳，然后再往左跳啊。OK。我这我得小心一点啊，这还操作不是很熟。然后我看啊，应该是跳过对面的这个墙。OK。然后攀墙，咱们应该是向右走啊。我这个顺着墙沿爬，这一般人不行啊，这参加铁人三项那些运动员才行啊。OK， 阿托斯科西，咱们就还差一点啊。然后咱们顺着这爬上去。是这个应该叫做水管啊！我的个娘啊！咱们再来啊！OK， 山姆，你在哪？哎，这有个东西啊，摁三角键，是个手电筒啊。嘿，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后面呐。嗨，看起来你很不错，太好了。嗯，你。你又打架了吗？不是，我和你说过要像个大人一样，但是他们说的很过分。说什么了？他们说父亲呢抛弃了我们，母亲死了。 Nathan， 他们是为了激怒你。要是我的话呢，我就笑一笑。不会吧？总之说按照我说的做。对了，这里呢有点起风了，我哥哥给我披上一件衣服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会叫警察的。我是给你送礼物来了。在哪里？在外面。哎，我哥哥给我送礼物来了。今天呢很特别哦。什么？哦，我现在要跟我哥哥走啊，去拿他的礼物。跳得不错嘛，赶紧过来。你很轻啊，你真的在好好的吃饭吗？哦，那现在我应该是跟着我哥哥走啊。 OK OK， 我不能被我的哥哥落下哦。哇，稍等啊，看来说现在 Nathan 他是在孤儿院里啊，但是他的哥哥在哪儿呢？说啥？我错，跳过去啊。 OK OK， 就是说Nathan 他现在在孤儿院里面生活，他的哥哥难道是被通缉吗？这个我回头再了解一下剧情啊。好，下面呢我跟我的哥哥出去哦。哇天，不会吧，我还以为我要掉下去呢。咱们再来啊。哇，这兄弟俩是飞檐走壁啊，适合当盗贼啊。混蛋，难不成说这个门我忘了开了。咱们看来只能从上面过了。从上面过吗？跟我过来，好好看着。我这哥哥真够能耐的啊，这个肯定是专业的盗贼啊。我想啊，他的哥哥山姆，你干过这件事吗？我干了好几回了。好了，咱们一起前进。我看啊，摁 X 键，哦，不是摁 X 键，摁X键啊，然后摁 L1 键往上爬。我天哪，这个德雷克有这么个哥哥，他身手肯定也不简单啊。稍等，我应该是向左移动，然后才能翻进去啊。OK， 山姆，你在干什么？我一直在工作呢。哇，这是小心一些啊。啊，这个字母有点快，我就不给大家翻译了啊。好，咱们翻墙。哎，稍等啊，他的哥哥还是身手不凡啊。以前我一直以为德雷克身手不凡，原来他的哥哥身手更不凡。稍等，我得跟紧他哥哥，别让他落下哦。哇，我也试试啊。哇，呵呵呵，深く考えるな。不用考虑太多，你就跳就行。我天哪，就这么教育弟弟啊？那我再试试啊。我的个天，哇，好了，我把你给抓住了。怎么样，看起来没问题吧？我跟这哥哥，这个弟弟能活过20岁吗？我的个娘啊，稍等啊，咱们再和他爬墙。看来山姆不是个善茬子啊。一点都没感觉到。哦，山姆说是不是很有趣呢？我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稍等啊，咱不能从这掉下去啊。但是这个神秘海域四画面做的是真好啊，我从这爬过去哦。OK。好，咱们再上这个房子。哇，这地上难道滑吗？稍等，这我得慢一些。哇，然后跳过那十字架。我的天哪，这一般人肯定完不成这任务啊。他还要使他的绳子。准备好了吗？哎，我哥哥让我先来是吧？摁三角键。好，你先过去。哦，让我摁 L 键揉两圈啊。咱们再来一圈，然后应该是 X 键跳过来。OK。我天哪，这也不提前教教弟弟啊，马上就实战啊，这真是玩命的哥哥。OK OK， 他也上来了。他又去哪儿了？我天，这个哥哥真的是身手敏捷啊。我觉得这兄弟俩像猿猴一样啊。啊，以前咱们看这个国内的武侠小说，稍等，我应该是从右面过去。看武侠小说里面经常讲这种啊，飞檐走壁。看来这兄弟俩也行哈。
哇，这个 Nathan 他也不怕掉下去啊。 OK， 咱们应该是上到了钟楼哦。感觉不错。我天，这俩人玩命来了，这是啊！我从这要跳下去，哇，这是危险，这是危险性。でもどこに行くか分かってるの？啊，嗯，德雷克问他哥哥：“你来过这儿吗？”他哥哥说：“上面呢，我没来过。”那咱们想去哪儿，你知道吗？他哥哥说：“嗯，我大概知道。”哎，稍等。我天哪，这两人这是绝对当盗贼的命啊！你往前看，哇哇，最后还得一跳哈、啊！哇哟，咱们试试啊！哇哇，我的个娘！呵呵，哇，这个游戏做的真刺激啊，就差这么一步啊，我天，我都吓了一跳，何况这个 Nathan 啊，干得不错。好，那咱们继续前进啊。这我不能走我哥哥前面啊，这去哪儿我都不知道，我等会儿我哥哥。好了，跟我过来。哎，稍等啊，然后呢？啊，对了，你来做一下试试。我好像摁这个三角键。真的吗？是的，真的。你先去。我好像摁 L1 键投掷。我试试啊。干得不错 Nathan。然后我应该是跑到对方的这个台阶上来啊。OK， 来一次。哇，我天哪，真是飞贼啊！哇，他哥哥也过来了。这兄弟俩看来不是一般人啊！赶紧，你先从这下去。我看看，哎，不对，我应该从这下去才对啊。OK OK。逃出成功了，怎么样？很简单吧？来，赶紧看一下。哇，这250cc， 250，你别胡说了，这500cc 的呢？太厉害了，是吧？这是你偷的吗？哎，你别这么说。我呢，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我买的。来，坐一下试试看。嗯，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隐瞒我什么事了。你这个小毛孩子感觉不错嘛。嗯，我找到工作了，钱也不错，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多长时间？嗯，大概一年吧。就算长的话呢，我只要完成工作马上就会回来的。你想把我扔掉吗？哎，别这么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简直受不了呢。你太过分了，山姆，我也是为了你啊，为了咱们两个人赚钱呢。再过两三年你就能出来。什么？让我等两三年？一起去吧，咱们，我一个人已经很忙了，我会帮助你的。你呢，不喜欢这儿，我知道，你能明白吗？但是呢，你现在待在这儿比较好。拜托你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你太过分了，山姆。别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那、哎、好吧。对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摩托车，我还找到了更厉害的东西呢。什么东西？妈妈的遗物，被那个混蛋父亲卖给谁？我知道了。你想蒙我吗？我说的是真的。在哪里？就在这个街上。不想把它拿回来吗？你是说偷回来吗？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但是警察可不管呀，咱们只要不暴露就可以喽。
哇，真是好兄弟啊！やるか。哇，真是好兄弟。当然。当然要干。哇，这是德雷克已经长大了。哇！哇，看来要教训一下这个家伙。这德雷克这是去哪儿了？这是。好，那么和他打一仗，咱们我试一下。我去 ，OK， 按这个方块键进行拳击啊。好，再来啊。哦，让我按三角键回击。OK，OK。咱们再来。三角键 ，OK，OK。哇！哇，他们是一伙的。稍等啊，我得按三角键啊。我德雷克现在是一个人吗？哇，他好像被人欺负了啊！咱们再来啊！我只要把这帮坏人的这个 leader 给他打败就行啊！我天哪，这不好打啊！再来啊！我看来这打没这么简单啊！OK OK， 哇，这不简单啊！这个，再来啊 ！OK， 哇，不好！哇，我按这个方块键啊！再是个三角键啊！我的娘啊，这不好打啊，挺真实啊，打的。我来都棒，该我了。这是谁？巴鲁加斯，我们没打架呀，对不对？是的，我们没打架。你应该变得强一些，才能够成为我的对手呢。你关到单独的牢房。我看来我们这进了一个监狱是吧？我德雷克看来是偷东西了啊。把门打开。哇，是真的吗？在这我待到什么时候啊？嗯，这有厕所吗？就是那个。好，好好休息吧，那就好办喽。我这德雷克看来是犯事儿了啊。站起来，啊，这人叫巴鲁嘎斯，干什么呢？我正在做梦呢，稍微轻一点，我很疼呢。我德雷克这是要被人带到哪儿去啊？是地下室啊，赶紧走。哇，第二章，地狱的监狱。看来德雷克艰苦的旅行这刚刚开始啊，从监狱开始啊。那么好吧，这个视频呢，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神秘海域的视频，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小马视频。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